日，探险家熊猫嚟到一个风光明媚嘅海边。咦，系咩嚟噶？欢迎嚟到李锦记嘅探险世界。李锦记于1888年喺广东省珠海南水镇以发明蚝油起家，秉承六大核心价值。我哋注重产品承诺、环境保护、关怀员工同关怀社会四大范畴，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彻业务嘅每一个层面，并支持联合国嘅可持续发展目标。好，我哋出发啦！100-1=0，系李锦记嘅品质管理哲学。对质量100%坚持，我哋严格监控从农田到餐桌嘅每一个生产程序。我系大豆，我系猴仔，我系辣椒，我系黑豆。除咗印进良好农业规范 GAP 嘅管理模式，同农民创造共享价值，更发展有机种植，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我哋支持本地供应商，并会定期审查，确保品质安全。李锦记有超过200种产品，满足消费者唔同嘅口味、文化同饮食习惯。全球五大生产基地喺食品安全、质量同环境保护方面都获得多项国际认证。李锦记积极推动环保3R，从减少使用、物尽其用及循环再造3方面减少浪费。2018年，我哋突破性咁进一步减轻玻璃樽嘅重量，预计全年可以节省4000吨玻璃。另外，透过改良纸箱设计，减轻纸箱重量约10%，节省用纸。我哋亦喺唔同范畴增加使用软包装及大包装，并且喺厂房内循环使用承载原料嘅容器，减少废物。李锦记全球厂房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超过45%。新会生产基地是广东江门市第一间食品企业获颁发国家绿色工厂称号，以表彰公司在环境保护和绿色生产的超卓贡献。厂房设有多项洁净能源设施，例如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除了供电给厂房所需，仲将剩余电量供应俾公共电网。我哋即将喺增建嘅酱料厂房顶部开展第二期光伏发电项目。新会厂内仲设有地源热泵系统，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2018年，厂房更增加使用天然气为燃料，减低二氧化碳排放量。透过可再生能源设施所避免的用电量，就足够全球最高的摩天大厦哈利法塔使用65年。为善用水资源，我们升级了中水回用系统，处理过的污水会被输送到设于货运码头的10米高塔，透过塔上的风送式喷雾机为货柜堆场降温。为充分利用风力资源，我哋正筹备喺新会厂兴建中嘅湿地公园附近建设2台风力发电机，配合光伏发电系统，使李锦记成为洁净能源与智能电网应用嘅示范基地。李锦记坚信员工系公司嘅最宝贵资产，有赖全球员工嘅努力，李锦记先可以持续发展。我哋为员工提供平等同互相尊重嘅工作环境。全球员工平均加入咗李锦记近7年，我哋致力成为最佳雇主，为全球员工提供全面嘅专业培训，总培训时数超过94000小时。较去年高出17%。李锦记积极推行3平衡概念，
鼓励员工在健康、家庭和事业三方面取得平衡。2018年，李锦记继续捐资支援社区发展，与社会共享成果。本着发扬中华优秀饮食文化的使命，我哋透过希望厨师项目，以授人以渔的方式培养有志青年学厨圆梦。现时该项目已扩展至台湾和马来西亚。透过李锦记企业奖学金，我哋亦培养中餐餐饮人才。此外，李锦记与明爱伦敦学院合作，将中菜烹饪带到英国高中，向当地学生及教师推广健康中菜。透过企业赞助及环球义工队的社区服务，惠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未来，李锦记会继续以私利及人为宗旨，发挥永远创业精神，实践环保，造福社会，迈向可持续的未来。